香蕉哥哥，左左右右在做什么哎？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学电视里面那种慢动作的人。不对，他是谁动作很慢？是乌龟。不对，不对，是一种人。是老婆婆。不是乌龟，也不是老婆婆。那谁的动作会这么慢呢？是太空人啊。我们在学太空人漫步。哦，是太空漫步哦。哦，我有个办法可以让你们更像太空人哦。什么办法？就是做一个太空飞行器啊！快来看我的大手玩惊喜 ，Let's play！今天要用大宝特瓶还有棉花来做太空飞行器。要把棉花塞进瓶子里吗？没错，所以要请你们两个来帮忙。好，瓶口很小，没关系哈。棉花给你。谢谢。哦，放你们中间，所以要慢慢塞。要一小坨一小坨塞。对。两位的塞棉花大赛呢，左左右右这次参加这次的冠亚军大赛，到底谁会塞得比较快呢？目前塞得非常快的是佑佑。棉花塞好之后呢，我们就用银色的胶带把两个宝特瓶固定在一起。好，两个放好，对，放好，让他们躺好，对齐。好，乖乖睡觉了。然后把它粘在一起。脏脏的放。哦，对呀，你都有注意到小细节，把脏脏的放在里面。嗯。哎呦，我粘中间好了。帮你把它固定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它翻过来。剪掉，这样就有先固定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固定在一起了，不会分开了哈。不会。好，他们先固定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做它的背带，所以要准备两条很长的这个泡棉纸，你看，长长的两条，咻，两条。那我们一样，在它的中间这边贴上银色的胶带，像这样。有没有中间贴一条？所以你准备的这个泡棉纸一定要比它宽一点点哦，对不对？会发亮。对，这个会有点有光就会发亮。两条都一样，做好之后我们就要把这个背带呢，嘿，背在身上，不是，我们要把它贴在这个瓶子上面。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贴吧。你们帮我拿好。拿着。我拿这一边。好，拿好了哦。我们就把这个银色的胶带呢打开来，更亮了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最亮，更漂亮，更漂亮，冰冰的，绕一圈，转过来，好，从这边剪掉，咔嚓。好了，下面也一样。这样子吗？对。放着，用起来。扶好了。扶好了。哦，好像一座山，好像桥哦。好像个山洞。胶带过山洞，然后我们把它贴住。啊！绕一圈。山洞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接下来要准备的就是这个派对帽。派对帽。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这是独角兽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过生日的时候，这个生日过完了，这个派对帽有时候会被丢掉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就可以拿来再利用哦。然后我们把这里面贴了双面胶带。双面胶带。我把它这个撕开，要粘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粘在宝特瓶的底部这里。那你们两个来帮它粘。这样子。对，放尖尖的。放好。好酷。不要歪一边哦。这样。像不像火箭的形状？啊，超像的。像火箭的形状。就往上。就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
好了，这有火箭的形状了，可是少了火焰，怎么飞得起来呢？对啊。所以我们就准备皱纹纸来做火焰。我准备了这种黄色、橘色的皱纹纸，像这样。你可以买很多这种黄色、橘色、红色也都可以哦。长长的一条，我把它很多条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对折起来，像这样。上面用一个橡皮筋固定，绑起来。你可以先折起来，然后再用橡皮筋把它绕圈圈。绕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。7圈。大概七圈，哇，你们。追求很实际的精神，要准备两个，两个，然后把它塞到这个下面的瓶口。婴儿床的那个。对呀，我们把它放进去看看。塞进去。塞进去。这个要塞。塞进去的时候，力气比较大。可以看一下像不像火？像的。飞起来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这样会掉下来啊，所以。它会随时掉下来。我要请你们两个帮忙哦。好。用毛根，你看掉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毛根绕圈圈，把它固定在上面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帮忙。这边有很多亮晶晶的毛根，绕在瓶口处。这样，这里这五个。对。转。这样转。绕多一点，然后再把它固定在一起。压好，啊，拉一下，看会不会掉，不会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不会掉了。对，然后这一个，这里的完成了。这一个夹一圈，然后再，哎，用这个毛根固定皱纹纸，看起来很漂亮。嗯，真的很漂亮哎，亮晶晶的，跟火焰很搭配哦。嗯，你看这样子整组看起来亮晶晶，可是好像少了什么哎。嗯，空空的。空空的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来装饰自己的图案哦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呢，你可以画上你想要的图案。我们一样用星星。星星用泡棉纸来做好了。好。你们来画好了，你们画星星。我画小的星星，我画大的。一个大的要很大哦，要这么大哦，这样哦，可以，好大哦。好，那我就把它们剪下来好不好？好，这就是你们自己做的。香蕉哥哥剪比较快。那我也来设计一个好不好？你也这样一人一个，那我直接剪哦。什么？香蕉。是香蕉吗？香蕉。好 J 哦。好像一个 J 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用泡这个双面胶带把它背后贴上，自己贴好以后把它撕下来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贴上去。我放这边。我放这边。呀呀。哇，贴起来了。我们的太空飞行器就快要完成喽！我是三角形，我也是三角形。嗯，我可以变成派对帽，我可以变成三角锥，我还可以变成三明治，我还可以变成三角饭团。嗯，好好吃啊！戴帽子吃。快来，火箭号发射！咻！咻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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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雾太空人登场！哇，阿雾帅气登场哎！请问三位太空人，你们今天有什么任务呢？我要登陆月球。我要找玉兔做朋友。我想去太空看有没有外星人。看来大家都很喜欢今天的太空飞行器哦，大手玩惊喜，成功！是我的时代，是创意的人最厉害，不要常常发呆，一起 play 才够帅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 rap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今天啊，要用纸盘来做飞碟哦。用
用纸盘做飞碟。对呀、啊。香蕉哥哥，你快点教我们做嘛！我很好奇飞碟长什么样子哦。那我们赶快来做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锡箔纸，把飞盘包起来。锡箔纸就是妈妈做菜会用到的那个锡箔纸吗？对，在厨房拿得到的。有时候我们可以拿来做创意哦。你看，就是把盘子放上去，记得哦。这个盘子的面朝上，然后再这样包起来，四个角胶可以贴上这个双面胶带。这样子贴吗？对，包起来。其实不用贴，其实也包得起来啊。比较亮的那一面放在外面吗？对，但是如果你想要雾雾的效果，你也可以把比较雾面的那一边放在外面，都可以，就对了。看你要什么效果，有自己的特色。对，然后再捏一捏。要顺着边边捏紧吗？顺着边边捏一下。反过来，大家都有亮亮的吗？耶、yeah! ！好，一起躲起来。这样就完成了，耶、yeah! ！没有完成。出来一下，我们接下来要做外星人哦。你们觉得外星人？你们觉得外星人长什么样子？很怪，很奇怪的样子。它是有很多颗眼睛。很多颗眼睛，不是很少颗眼睛。那我来用一个眼睛的外星人好了。我要用两个眼睛，三个眼睛的外星人。我的眼睛要长不同地方。你们快点做，我很想看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用那个麦克笔把它画一画，装饰一下。好。例如画个领带，画个蝴蝶结啊，或是画个条纹。哇。这样每个人的外星人都长得不一样哎，对呀、啊，就是属于自己的外星人哦，可以做独一无二的。好了，我的外星人画好了。哇，你们的外星人都长得好可爱哟、哦！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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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嗨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哎 ，Hello， 你们好啊。那边有我们同伴，哎，还有你们好，一起过去，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哎，可是外星人都不是这样行动的，他们是坐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太空飞碟。飞碟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做飞碟嘛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纸盘割一个缝，那我们要做两个这样的纸盘，另外一个在中间割一道缝，让外星人可以在里面哦。发给你们，我帮你们割好了。你看这边有个缝，就可以把外星人这样放进去，有吗？所以那个缝要割多大呢？就跟外星人的这个底部一样大，所以跟外星人的脚一样的大小喽。对，没错，他就可以站在上面了。哔哔哔哔哔，他站在上面了。哔哔哔哔哔。所以割这个时候要小心哦，可以请家里面的大人帮忙。没错，爸爸妈妈帮忙割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制作太空舱，因为这样子他呼吸去太空要他们要呼吸啊，或者比较安全在太空舱里面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找一个塑胶杯洗干净之后，在底部挖两个洞，用绳子穿过去绑起来，像这样穿过去绑起来，像一个吊饰。我们就在这个杯口的地方贴上双面胶带，你们有吗？我有，黏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把外星人盖起来喽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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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嘿，然后粘住。好了，嘿。如果外星人太卡住的话，可以拉下来一点，就不会那么高了。嗨，我在里面了。哔哔。有吗？你们都粘好了吗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两个纸盘呢粘在一起，再贴上装饰，这样就会变成飞碟的形状。所以我们要用双面胶带在这个边边，可以贴三个部分或四个部分。我想贴三个就好，或是你贴短一点可以贴四个。我贴短一点，贴四个。好，我要粘起来了。你看，如果你把双面胶带弄好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盖起来。要记得要对齐再盖上去，压一压，上下粘起来。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吊绳提起来，看看有没有掉下来。没有掉下来就成功了。呦呦呦呦呦啊，成功了，飞起来了！哎，你也飞起来了，我也飞起来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蛮厉害的吧？它会转圈圈。香蕉哥哥，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单调哎。太单调的话呢，我们就来把它装饰一下好了。好，好。呜、那边有闪亮亮的贴纸哎。我要先贴一个爱心在它的门口。爱心在它门口，哦，厉害哦。还有一些星星。
那我来接一些双面胶粘吗？用双面胶，对，用白胶或是双面胶都可以。涂白胶好了。那我就是，那我先把这个贴钻贴绕一圈好了。啦啦啦啦。我贴好了，我也贴好了。当然，我也贴好了。哇，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。哎，那我们一起秀一下哦！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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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转圈，转圈，咻！哎，闪亮亮的，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哇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飞碟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很喜欢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的话，赶快动手试试看哦！今天的小手玩创意 ，Happy。Are you ready?Ready， 暖身时间 ，Music。我想去太空，火箭发射，三二一，登陆月球，轻飘飘，太空漫步，大步走，看到飞碟，咻咻咻，遇到外星人，说你好，你好，变成好朋友。啾！暖身结束了，一起欢迎阿雾关主。阿雾关主来了，第一关飞碟降落，两个人一组投掷飞盘到积木区，成功落在积木上面的飞盘数目最多的一组获胜。就到了分组时间，剪刀石头不啊、欸！等一下，你一定好好选择，选择适合你的队友，好吗？好。请问你要选择是谁？香蕉哥哥。答对了，我们有信心了。提醒一下你们哦，每一组只有十个飞盘，要好好的利用喽。好哦。各就各位。好。比赛。开始，开始，来，加油！一人一半。我射，我先。要把握你们的十次机会哦。天哪！小心，小心。好。呜呼！每一个都不能漏。每一个都不能漏。耶！加油，加油！一放进去就赢了，青苔的，啊，我不要投，加油加油，不用拜托，随便了啦，运动家精神，最后一个投进去给他们看，如果这没进啊，我们就是没进啊，没有，我觉得我很有进，不会，你要有信心。统计分数吧，统计分数，一、二，没了，三、四、五、五八，耶，不会不会，你们是一定是你们让我们的，没关系，你们还有下一关的机会哦。是的，我们下一关一定要加油。对，那我们下一关啊，也不要让他们。好，很好，那很明显的，这一关是由香蕉队得分。恭喜恭喜！第二关，穿越黑洞，两个人一组，轮流用身体穿过布轮以后，用飞盘夹球运送到终点，计时两分钟，运送球数最多的一组获胜。哦，阿雾关主一次只能夹一颗球吗？哦，没有限制夹几颗球哦，但是只能用飞盘，不能用手哦，了解吗？了解了。好，各就各位。我要转过去。计时开始。加油加油哟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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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心不要掉出来哦！加油！哦，厉害好厉害哦！加油加油！盘子放里面就好。好，我穿过去，我去。快
要小心小心，不要太贪心，不要太贪心哦。对，不要太贪心，这样就好了。好多、哦，加油！我自己穿啊。好，来。我到四口。加油加油！等吧。加油加油！加油！速度取胜哦。来，回来，回来！要把握时间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还有时间吗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十、加油！加油！八、七、六、到几颗都可以。三颗。四。分数好嘞，我们把球拿过来一起统计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七，好多、哦。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，好强哦！二三三、三四，耶！是，这一关是由香蕉队得分，总成绩第一关香蕉队一分，第二关香蕉队一分，这是由香蕉队获胜。小朋友在家里可以利用飞盘还有球一起玩游戏哦，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投掷能力，还有我们的反应力哦。最重要的是就是要 play， 玩游戏不会累。再玩一次。好，我们来看谁可以把球夹最多好了。好。不好夹哎。不好夹。很好夹。你先。没有比赛一次夹这么多球了。对啊，夹起来。五颗。五颗很多哎。对啊。不是都叫我不要贪心吗？你这是几个？哦，好多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花鹿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下订阅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。